算平时从事的运动是？我啦，我都是跑步啊，早上的时候。哦，早上跑步。对。那小朋友会跟着一起跑？没有，他们在睡觉。从以前就有啦，就带小孩子又休息，所以现在跑步又上去运动。对，自己跑。没下雨就几乎每天跑。哇，每天跑是跑多久？半小时到一小时？差不多半小时啊，就觉得有啦，皮肤跑步，老实讲，皮肤会比较有弹性一点。对，啊，你的那个体力也比较好一点。可能自装上或运动上的花费大概是多少？倒还好还好。对，主要是鞋子而已。对，但还好，因为这个跑道算是很正统的跑道，所以但鞋子的损耗率也还好。我们这边的运动场搬起来，对，因为我们住这边，住对面的，会啊，跑步很好啊，对啊，任何的运动都好啦，对啊，不见得是只有跑步啊，游泳也很好，对啊，就是方便就好，方便大家走路也好，对啊，健走什么也都很好。